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A 的长度是 2，B 的长度是5，那 A 跟 B 的夹角是60度了。第一小题他问这个了，那这个你就把它展开嘛，展开的话叫 2A 多的 A 就是 2A 平方，好，这前项，那后项呢是 B 多的负 3B 就是等于负的 3B 平方，负的 3B 平方了，哦 ，b 到的 b 就是等于 b 的平方，因为夹角加零度。再看交叉项，只有一倍的 a 到的 b， 这里有六倍的 a 到的 b， 好 ，a 到的 b 跟 b 到的 a 一样，好，这个是一倍减六倍就是五，负五倍，负五倍的 a 到的 b。好，那这个等于多少？a 是二嘛，这是四二的八，八减掉三乘以多少？三乘以那个五五二十五，二十五乘以三，七十五了。那减掉五乘以多少 ？a 到的 b 是二乘五乘以 cos 六十度二分之一，那这样等于多少？这个就是二十五嘛，所以这个是一百，八减一百。一百减八，二九十二，所以是负的九十二。这个是第一小题。再我们看呢，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哈，这个是二 a 哈，减掉 b， 取大小。好，那你按平方以后就是二 a 减 b 多的二 a 减 b 啊，二 a 减 b 多的二 a 减 b 哈，就是。那 2A 多的 2A 的话就是这个平方嘛，就是 4A 平方啊，加那个负负得正嘛，加 B 多的 B 是 B 平方啊，交叉项减掉两倍的2得4嘛， 4A 多的 B， 我就两倍的 2A 多的呢这个 B 啊，啊因为这是减的，所以这是负号。好，那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4乘以好二的平方加上五的平方，减掉四乘以二乘以五，啊乘以 cos 六十度 ，cos 六十度是二分之一的。好，那这样等于多少？十六加二十五，这个是四十一，四十一减掉多少？四五二十，所以这是二十一啊。好，那两边的话给它开根号。那个 2A 减 B 大小就是等于根号21。